跟临时提案。那能否我们在下次大会前，我们再邀委员我们增开会议的方式进行？因为现在已经到一点了，那下个案子当然没有办法。对，没有办法这么容易。委员刚好在。那我们就调查一下，就我们尽快好不好？就是说，因为影响到大家的关心都很大。那在下一次正式大会之前，加开一次会议，大概两礼拜左右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委员同意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就这样到这里结束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时间耽搁太久了。